叫我卖东西啊，去叫小白来动，叫我老的。对啊。你来试一会吧。我跟你讲，因的车拢有迄个路高，加足好做工过。电台拢强势媒体啦。对啊，是啊，有懂的。哎，大家会就不要看。站在这边，我一直在按那边去，那个诊所。诊所吗？啊，无啦。我边的，是。一个人。哦，所以呢，咱这边呢，从这个100.7米呢，来改这个拍通哦，那么。啊，这个部分哦，拍通有啥物拍通呢？第一点就是讲，咱长安街最近啊，离咱彰化小吃啊车站的商圈发展到真好，所以急需要啊，把道路来拍通。过来，咱拍通以后，上盖重要是这个广堤十二，这个呢有450坪吼，啊，将来来做停车场，哦，会当予咱附近咱的这个小吃街，咱最近足侪金融机构吼、哦、政府机关，大家会当呢来停车。各位当从这个车流吼、哦、疏散到民生路这个所在来，啊，已经讲呢，一举数得哈，这一条吼已经将近50米吼，无拍通的道路，啊，就这机会来给拍通吼、哦，啊，拍通以后，当然伫短期间内面第一停车场，伊的这个停车位，哦，会减，啊，差不多减伫28米左右，啊，不过呢，这个所在广明社，那中启用以后，可当疏解吼、哦、这个所在停车位问题。等于两个变成两个增加一万嘞，公积金啊。不过呢，咱整修费用大概3300万吼、哦。那么咱的工程费呢，460万，哦，460万。啊，所以讲这个所在啊，咱的啊总工程费呢啊是这个3800万左右吼、哦。啊，咱的那么感谢代表的给咱支持哈、哦。当然，在头过程当中啊，大家拢一直咧怀疑讲拍通以后，是不是我都管政府？啊，来保佑咱管理十二哈，后来呢，那么感谢咱卫民股会县长给咱支持，事先哈啊，给咱一个这个啊承诺，就是讲只要拍通以后啊，这个管理十二一定的这个保佑给咱彰化施工所啊来做停车场，那么这个部分嘛一定啊，这个确认公布嘛已经搞哈，啊，所以讲整个啊，这个道路拍通以后，对这个所在诶这个啊停车个发展。有很大的这个帮忙吼、哦，那么咱彰化市的这个市这条是高米款，所以咱高针对高米的部分吼、哦，全部规条，咱能够继续来持续办理。至于讲这个环工的部分是不是伫环宇内面，咱只到时诶，请公务科来提报一下吼、哦，这个所在，因为咱环工栋吼，无入去估计吧，无啦吼，应该是拢无吼，这个较无保存的价值、啊、不过如果来让保留嘛，让啊这样子留留落来吼，这就是休闲的所在吼。设计营造，设计营造，我你也看这树啊，拢趴伫个这个树顶头，你知讲这足久无人过吼。其实有影啦，这是防空洞，防个地方。唔行啊！这边嘛是吗？这爱留一撮地啊！对我两边啊！防空洞，好，你再来听。听起来多这个历史价值，新奇呢。你记得我讲广平十二。你不敢猜个，你敢就爱在认真。这个抓了。